零距离节目呢曾经报道过一些火车票的代售点违规搭售保险的事儿。不过干这个事儿呢一般也都是悄悄的，如果那个消费者不愿意购买，坚持不买，他也不敢去强求。不过今天有观众向我们反映，南京有一家代售点这事儿干的就比较无畏，如果您要不买保险，火车票都不卖给你。今天中午，秦先生到位于南京浦口天润城的这家火车票代售点买票，他要买去安徽阜阳的车票。票价是70啊，加5块钱手续费，送保险。保险不要了。保险这边都在。火车站不在，我们这是上捷运。霸王条款是吧？不是霸王。行，你先打了吧，我来投诉。那你先考虑好，你要想。不是啊。我不要的呀，那你们上级同意的，那我再回头我再咨询就完了吗？那您咨询是你的事儿 啊，对呀。代售点负责人一听要投诉，立马接过了话。你上次是不是有问过的？我没问啊，我没问啊。没问他挡着或者挡着。我只是觉得这家保险了，我说我要投诉一下，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啊。保险一向都是自愿的。最终，秦先生拿到了一张火车票、一张5块钱的保险单和一张5块钱的手续费。代售点为什么要强制搭售保险呢？我们这是火车站给的任务，您知道吗？现在就是南京的代售点都加。南京火车站介绍，随着互联网售票的普及，现在南京各个火车票代售点的生意不如以前了，确实允许代售点额外销售5块钱的保险，但是必须实行自愿的原则，绝不允许强制搭售。记者随后陪同秦先生回到了这家代售点退保险，负责人竟然否认此前强卖保险。这本来就是自愿的，我来的时候我就说不要保险的。因为这个我们都要跟他们讲一下的，然后就是说打的话就打，不打的话就可以不打。我买票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，我觉得我已经分二遍四了，您还在做这种解释，我觉得是无谓的。因为我们那个同事可能没听清楚吧。刚才还说卖保险是火车站布置的任务，现在又改了口。有没有道理？有没有任务啊？任务倒是没有，不过呢，就是火车站这块呢，有刚刚推出的一个保险，然后说代售点呢可以帮着卖一下。就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任务量，也没有强制要求一定要买保险的。没有。在市民的监督下，今天中午到这个代售点买票的旅客已经不再被强制购买保险。铁路部门规定，代售点应该张贴代售点编码，并公示举报监督电话。售卖保险的代售点必须在窗口张贴保险自愿醒目告示，但这家代售点并没有做到。记者今天下午已经将这家代售点违规情况向南京铁路部门通报，铁路部门将勒令这家代售点整改。江苏城市频道。